为我解释感情，以你热恋的经验举个例证，灵欲那么无形，人类那么难明。若你懂，愿你给我说清，教我一课，让我不必同惊。纯洁炼金的魔术，只欠耐性。人类每天谈情，谁有够胆发誓保证？我懂得爱恋真正风景，双手拥抱过，嘴巴亲吻过，但你敢不敢说热爱过？想不起如何，讲不出为何，就算设法证实，曾是刻骨铭心的爱过，总觉欠些什么。教我确定这假设没错。让我不必同惊，纯洁炼金的魔术，只欠耐性。人类每天谈情，谁有够胆发誓保证？我懂得爱恋真正风景，双手拥抱过，嘴巴亲吻过，但你敢不敢说热爱过？就算设法证实，曾是刻骨铭心的爱过，总觉欠些什么。教我发现得到过，教我说服我什么。亲吻过，但你敢不敢说热爱过？想不起如何，讲不出为何，就算设法证实，曾是刻骨铭心的爱过，总觉欠些什么。教我确定这假设没错。爱的教育，就是我麦可以多一点 reverb 吗？谢谢。好，那。